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椭圆的标准方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新闻。来自国防科技工业局的消息，我国的嫦娥二号卫星在今年4月1号达到为期半年的设计寿命之后，卫星上剩余燃料充足，全系统状态正常稳定。大家看到了，卫星的运行轨道是一个椭圆。那么，怎样来设计卫星运行的轨道呢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是如何来推导圆的标准方程的呢？首先，我们来回顾一下什么是圆。在平面内，移动点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常数的点的轨迹，我们把它称为是圆。怎样来建立圆的标准方程的呢？我们可以来建立直角坐标系，设圆心的坐标为 AB，圆上任意点的坐标 PXY。根据圆的定义，我们可以得到 PM 等于 R。将 PM 用两点间距离公式，我们可以表示为根号下 x 减 a 跨平方加上 y 减 b 跨平方等于 r，两边平方就可以得到 x 减 a 跨平方加上 y 减 b 跨平方等于 r 方。那么这就是圆的标准方程。同学们也可以思考一下，如果我们将圆的圆心移到坐标原点，那么这个圆的标准方程又是如何的呢？此时 a 等于零，b 等于零，也即 x 方加 y 方等于 r 方。由此可见，当坐标系的原点建立在圆的圆心的时候，可以使得方程的形式更为简洁。我们复习了圆的标准方程后，相信大家推导椭圆的标准方程应该也不在话下了吧？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什么是椭圆。平面内一动点到两定点距离之和等于常数的点的轨迹，我们把它称为是椭圆。怎样来建立椭圆的标准方程呢？我们可以仿照推导圆的标准方程一样，建立直角坐标系。那么怎样建立才更方便呢？我们想到了可以以三角形底边为 x 轴，以底边的中垂线为 y 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设两定点，f1 负 c0，f2 c0。椭圆上任意点 P 为 xy，那么根据椭圆的定义，我们可以得到 PF1 加 PF2 等于 2a，其中 a 大于 c。将 PF1、PF2 用两点间距离公式，我们可以表示为根号下 x 加 c 跨平方加 y 方加上根号下 x 减 c 跨平方加 y 方等于 2a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来化简呢？好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化简过程。大家观察一下这个无理方程。那么我们可以先移项，然后在两边平方，进一步可以将它展开，将等式左右两边相同的项约掉。可以化解成 a 方减 cx 等于 a 根号下 x 减 c 跨平方加上 y 方。接下来再两边平方，
同样的，可以将等式左右两边相同的项约掉。好，注意观察一下等式左右两边有没有相同的项呢？好，经过因式分解之后，我们可以得到 a 方减 c 方乘以 x 方加上 a 方 y 方等于 a 方乘以 a 方减 c 方。那么对于这个式子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好，如果我们两边同时除以 a 方乘以 a 方减 c 方，就可以将等式右边化成一，于是就得到了 a 方分之 x 方加上 a 方减 c 方分之 y 方等一。为了使得方程的形式更为美观，我们不妨可以设 a 方减 c 方等于 b 方，其中 b 大于零。同学们也可以思考一下， b 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呢？最后我们可以化解成 a 方分之 x 方加 b 方分之 y 方等一，其中 a 大于 b 大于零。我们将刚才所得到的这个式子 a 方分之 x 方加上 b 方分之 y 方等一 a 大于 b 大于零，就称为椭圆的标准方程。它所表示的椭圆的交点在 x 轴上，交点是 f1 负 c0 f2 c0，其中 c 方等于 a 方减 b 方。那么可能有同学问了，如果我们这个椭圆的交点在 y 轴上，那它的方程又是如何的呢？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间隙时将椭圆的交点在 y 轴上，可得出它的方程为 a 方分之 y 方加 b 方分之 x 方等一，其中 a 大于 b 大于零。注意观察这两个方程的区别是，当交点在哪个轴时，底下的分母就是 a 方。